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的另一个疗剂是叫做 Uranium Nitricum。Uranium Nitricum， 中文叫硝酸铀。你知道 Uranium 铀呢，这个是一种放射性 的元素来的。那 Uranium Nitricum 呢，是早期呢是由一位同我疗法医生叫 E.T. Blake， 是他发现的。那他原来呢，这位Dr. Blake 呢，他当时呢他就发现呢是 有一个有位叫做 Leconte， 一个好耐以前嘅吓，总有一个实验家啦。咁呢个人咧发现咧，如果佢啲狗只吓，如果系食用咗或者受咗 uranium nitricum 呢个硝酸铀呢种嘅中毒咧，慢慢中毒咧，呢啲狗咧就屙啲尿咧系会有糖分嘅。咁所以咧早期咧就 E.T. Blake 咧就用呢個療劑 uranium nitricum 30次咧係做咗做一啲實證嘅，咁好多資料都喺嗰邊係佢嗰度攞翻翻嚟嘅。咁呢個療劑咧通常咧就係應用喺糖尿病嗰度嚇，好明顯嘅糖尿病啦。咁通常我哋用嘅份量比較低啲嚇，唔會比較低啲嘅份量用嘅。咁主要嗰啲糖尿病嗰啲症狀都基本上都有曬噶啦。咁但最緊要咧，就係、是、呢個療劑咧有一個關鍵嘅症狀咧，嗰、那個病人咧係嗰個係嗰個口嗰條脷咧係好乾好乾嘅嚇，呢個主要噶啦。咁或者喺尿裏邊帶有膽汁啦，或者糖啦或者腎病啦，有蛋白尿嘅腎病啦，咁所以呢個療劑咧，亦都可能幫助呢啲咁樣嘅腎病係 nephrotic syndrome 呢個腎衰竭嘅病嘅。咁尿通常咧就會有好有一種魚腥味嘅尿液，咁同埋呢個療劑咧，亦都幫助醫過啲胃潰瘍或者糖尿病啦，富有消化不良藥氣
嗰、那個火燒心啊啊呢類嘅嘢。咁通常咧，佢哋個病人咧都覺得個人好虛弱啊，好似輪酸咁樣嘅型嘅，好虛弱冇力。咁同埋咧有傾向咧係有啲暈有啲暈呢種咁嘅症狀嘅。好啦，喺Dr. Chowdhury 咧係一個印度嘅一位好出名嘅糖尿療法醫生咧。咁佢曾經記錄有一宗關於糖尿病嘅。咁佢就用 uranium nitrogen 30 C 醫好咗佢嘅。咁呢個病者咧係一個中年嘅男士啦。咁佢就佢體重咧不斷咁消減啦，個人虛弱。咁發覺咧佢隻雙腳咧係好攰，同埋有水腫。咁條脷咧就係、是、脷胎就係好白啦。咁就最主要咧，佢係口咧係異常地乾涸嘅。咁、那個人望落去咧都係好憔悴啊，有黑眼圈啊，個人好即係好蒼白咁樣嘅。咁 Dr. Chowdhury 咧先初初就試下嗰個療劑 China 啦，試過啦，或者磷酸 phosphoric acid 咧。咁始終咧兩個療劑咧都冇乜幫助嚇。咁、啊、最後咧佢就用咗 uranium nitrogen 啦，呢個硝酸油咧就醫好咗呢個嘅糖尿嘅。咁好短時間咧，呢、這個病人咧就可以翻翻工作，翻翻工作崗位咧係冇曬糖尿噶啦。咁亦都唔需要任何嘅胰島素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能夠及早治療咧，你係可以將糖尿病咧係扭轉翻嚟嘅。通常咧，我哋喺治療嗰個胰島素嗰、那個糖尿嘅情況咧，你要睇住個胰島素啦。咁我哋可能會用一啲療劑，譬如磷啊、phosphorus 啊、磷酸啊、phosphoric acid 咧，或者 uranium nitrogen 咧，用呢幾隻療劑咧。好多時候咧，係可能喺一個禮拜之內咧，你就要睇到咧嗰、那個胰島素嘅需求量咧係會有波動啦。啊，咁嗰個血糖嘅水平咧亦都有波動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嘅跡象嚟嘅，唔使緊張嘅。咁佢反覆咗一輪之後咧，佢就開始會跌啦，係開始咧可能咧就係、是、停留喺一個低嘅水平嘅。咁可能你平時個打嘅胰島素咧。可能要十個單位到五個跌咗到由十個單位跌到五個單位，一兩個星期都得噶啦。咁亦都有一種情況咧，你可以由更加高嘅胰島素嘅需求量咧，係由譬如10、15、20、30咧跌到5、10啊咁樣嘅。咁但係某個程度上咧，你可能咧就到個某個階段咧就停留咗啦。咁你可能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要再試用咧係其他嘅療劑嘅。咁、好多情況咧，我哋呢個療劑咧，可以將一個病人嘅嗰、那個胰島素嘅需求量咧，可以減低60%、70%嘅。但咧，你就未必咧係可以根治呢個問題嘅。咁但係起碼咧，你可以將個胰島素嗰個服用量咧係減低。咁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嘅糖尿病個病人咧嘅後遺症啊，譬如嗰、那個。眼睛的視網膜的退化啦，那個神經痛啦，或者咧係嗰個傷口難於復原啦，要搞到切肢啊呢啲問題啦，腎衰竭啊呢啲，咁呢啲都係好多糖尿病嘅病咧，其實係因為胰島素嘅後遺嗰種副作用嚟嘅，咁所以能夠將個胰島素嘅應用量減低咧，都非常之有幫助。咁所以喺糖尿裏面咧，我哋糖尿一型咧就可以話年輕嘅小朋友、後生嘅青年人嘅糖尿啦。咁呢種係因為胰島素不足嘅，咁係一定要咧要依賴嘅胰島素嘅。咁喺呢種嘅一型嘅糖尿咧 ，uranium nitrogen 咧都可以幫助得到嘅。咁喺啲大人嗰啲二型嘅糖尿啦，成年人嗰啲糖尿啦，好多時候咧只係服食緊一啲糖尿病口服嘅糖尲病藥咧，個降糖嘅藥咧，咁嗰個預後咧係非常之好嘅嚇。咁即係話咧喺糖尿病咧如果喺早期咧係只係食緊藥咁嘅情況咧呢個療劑可能可以將佢全部控制得到嘅。好，咁希望大家咧有機會咧係用到呢個嘅療劑幫助大家。可能糖尿病嗰方面嘅問題。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糖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糖類療法療劑可以喺
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